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有机会能够学习圣经的诗篇，是许多圣徒的经历，能够今天也激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提醒我们。今天我们要现在学习诗篇第33篇。33篇，有圣经的请打开，先读读第21节。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，因为我们向来靠他的名。诗篇33篇21节，今天题目是因上帝的全能和慈爱而欢欣。这篇诗呢，并没有标明作者是谁，但是第二节呢，跟上一篇最后的两节很接近，所以推测可能也是大卫所写。很可以理解，在他得到了赦罪的平安，心里的释放以后，就更加因为上帝在天地间，在列国当中，在神的儿女身上显示的全能和慈爱，而感到欢欣鼓舞。第一到第三节，这里说，义人啊，你们当靠耶和华欢乐。如果按照英文的，就在他里面，在上帝里面欢乐。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。如果按照英文也可以翻译，赞美对正直人是有益的。你们应当弹琴称赞他，用十弦琴歌颂他，应当向他歌唱新歌，弹得巧妙，声音洪亮，用人声乐器的声音一起歌颂他，正像大音乐家贝多芬这个第九交响乐的欢乐颂那样啊，他第一次的用人声加入在这个交响乐里面，因为他感觉人的声音是最有感情的。所以这里大卫说应当口唱心和，这是新约保罗讲用诗章颂词灵歌赞美主，在主里面就会有快乐，歌唱的人生便会有福。这里又讲到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，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，他喜爱仁义公平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。上帝的圣德，他的作为，他的言语都是真善美，他的能力和圣德彰显在整个的宇宙天地和广大的人间。第六到第九节，这里说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。他聚集海水如雷，收藏生养在库房。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地上的居民都惧怕他。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上帝的全能大而可畏，人应当存着敬畏上帝的心，把荣耀归给他。这既是永恒的信息，更加是时代的真理。尤其在今天，很多人相信无神啊、进化啊，甚至以自己为神，要听见这信息。这里又说，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存到万代。这是一个完全上帝跟人来对比，人就是人，上帝就是上帝啊。耶和华为上帝，那国是有福的。这里又说，如果整个的民族、整个的国家以耶和华为上帝的话呢，这个国家是有福的。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，他从他的居所向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，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，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。今天有了导航器，我们对这更容易理解了，是不是啊？君王不能因兵多而得胜，勇士不能因力大而得救，靠马得救是枉然的。
马也不能因力打救人。上帝的全能不单单是统管宇宙天地和一切万象，也治理万邦万国万民，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历史观啊，也不是什么时势造英雄，英雄造时势。我们的历史观就是说，上帝统管一切，他鉴察人心，也看到人一切的所作所为。同时呢，圣经里面讲，投靠耶和华，强势投靠人；投靠耶和华，强势投靠王子。君王算是兵多马壮，勇士会因他的勇力夸口，但基督徒相信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他是投靠他人的一种真正的一个保障。紧接着诗篇讲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也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当中存活。我们说，虽然教会和我们都有软弱，但是上帝在世界上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子民，他们的生死痛痒和他们的温饱健康，尤其是灵性的增长。上帝眼目一直追随着人生的每一步，我们相信吗？现在有了导航器，你不论到哪里啊，都可以指点你。现在有了近代的科学告诉我们，我们甚至到哪里都可以知道。圣经讲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这是我在为传福音被关在监狱里面所做的第一首经文短歌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就像我们今天扫描量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在这个诡诈的世界，到处充满了谎言欺骗的时候，上帝在寻找一些人，就是寻找那些心里诚实的人，上帝向他显出大能。诗人就讲，我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，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。真正的基督徒绝对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人，不是机会主义者，不是有奶就是娘的人，他们一直倚靠上帝，不论别人怎么说怎么看，不管环境怎么改变，甚至自己感觉怎么样，凭信心倚靠上帝，并因此欢喜快乐。在我结束半年的坐牢的生涯之前，叫到办公室，其他不问，第一问我说，你还信上帝吗？我就说为什么不信。第二他说，你祷告吗？我说我祷告。他说，你每天祷告几次？我说五次。结果他蹦一下说，你回去，你没有资格做我们社会的公民，我们继续把你送到劳改队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是有一点体会大卫的心情，我们是素来倚靠耶和华的名，我们靠着主得胜。最后呢，诗人也做一个祷告，也希望成为我们的祷告。耶和华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，向我们施行你的慈爱。真的宗教，真的信心，就是仰望上帝，倚靠上帝，而且谦逊地等候他的恩典和慈爱的作为。阿们。愿上帝今天也借着这诗篇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使我们不论在什么光景当中，能够仰望主，倚靠主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
因他的慈爱而欢欣鼓舞。